上有路做有路，全球房东大家好，我是本次有路10000美元买房送绿卡的抽奖官静怡。我们将从7月份成交日本、菲律宾、迪拜三国房产的客户中分别抽出一位，送出绿卡服务费折扣，菲律宾、迪拜绿卡免费拿，日本绿卡66折哦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。日本这个国家想必我就不用多说了，它优美的环境和特色的文化吸引着许多人赴日旅游，而日本经营管理签证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长居日本的机会，不但能享受日本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，还能实现公司的跨国经营，非常方便。那么哪位小伙伴会获得我们的10000美元办日本绿卡的机会呢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抽奖啦。3、2、1，停。好，让我们恭喜这位姓黄的朋友，手机尾号为6762，稍后我们的置业顾问会与你进行联系。下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菲律宾。菲律宾凭借得天独厚的海岛与海滩，成为了养老度假天堂。同时，它也因为全英语的美式教育环境和爱笑的国民风俗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和疗养。拥有菲律宾 SRV 养老签证就可以长期的享受。好，让我们来送出零服务费办菲律宾绿卡的大奖吧。我3、2、1就开始评了哦。3、2、1，好，让我们恭喜这位姓宋的朋友，尾号为8519，稍后我们的置业顾问会与你进行联系。最后要进行的是我们的终极抽奖，也就是迪拜的抽奖。我现在都有些小紧张，因为迪拜大奖也是零服务费办绿卡。众所周知，迪拜是投资免税的天堂，非常适合公司经营。而迪拜投资签证能允许拥有100万迪拉姆以上的房产的投资者享受国民待遇，父母子女同享迪拜优质的国际教育和医疗，真是超级划算呀。那我们哪位小伙伴能获得我们迪拜的终极大奖呢？我们来揭晓一下。3、2、1，好，恭喜这位尾号为8711的姓丁的朋友获得了我们迪拜的终极大奖，10000美元买房送绿卡，我们到此结束了，再见。